就过来看看我。我家就住在台马里隔壁，那个是巴阳那个大南郊。哗啦啦啦流不停，下好雨被淡忘，明日的酒杯莫再要装作昨天的伤悲，请与我举起杯，跟往事干杯，举起杯。像这段演唱了哈，证明了一点，哟，现场真受欢迎，但是无代表的歌，有啦，真多咯，都一条，你都一条，哦，国境之南的嘛是呢，我咧唱的嘛，哎呀，赶快啦，你唱到我唱都赶快啦，啊，他们比较记得我唱的啦，你是讲你有一个代表地点呐，代表，代我有代表我民雄的，对啊对啊，妹妹，嘉义民雄鬼屋啊。我也是住民雄哎，民雄是安尼十七岁开始就伫个 pub 驻唱，啊对对对对，读高中的时阵，读高中，哎对，1999年第一档迄只讲啊不，1999年发行第一张唱片，对，创作专辑，几年了？哦，大概出道有23、24年了，一直上戏，差不多23年。他洪仔一直唱一首歌，跟往事干杯，是，我并无听到伊个人的声音。但是我突然间听到张浩哲的某一个角度，啊没有，他还是唱到别人的感觉，他到底是谁？谁是他？现在还没有发现。叫我民雄的那个阿嬷来出来，讲一下，所以都一点都是你电影里的海角七号，就大家当中红嘛。苗可丽一世人唱过一块唱片尔，迄个歌叫做《小飞龙》，哦，伊原本的速度是小飞龙。小飞龙突然出现眼前，刹那之间又消失。噔噔噔噔，不然听过了。什么？小飞龙？什么？什么小飞龙？六年没有入围，你气起来抒情版的小飞龙。抒情版？就把那嗯，可你嘞？不一定好，不一定好嘛，不一定。阿爸，可你你也搞笑。一遍，哎，慢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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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抒情版。老师，你那干嘛做版的呢？抒情版哦。小飞龙。小飞龙。飞龙。飞龙。突然出现眼前，刹那之间又消失。我的小你还有一点分数，不要把自己扣光了，不要被你那个陷害，他陷害我。你最好 Q 哎呀！民雄其实很幽默的，阿贝说啊，阿贝说，阿贝说，阿贝说，哦哦哦，你好好唱啊你。其实我是阿哥，我厉害，我厉害，我是阿哥，我是酒友哟。那阿哥今天阿哥哥，本来就很脏了，不要更脏。你点的有位刘文正嘛？三月里的小雨是唱 rock 版哦 ，rock 来，哎呦。表情很 rock， 表情是 rock。淅沥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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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下个不停。想着你的小雨哗啦啦啦啦啦哗啦啦啦流不停，小雨背在我，小风雨跟我说，不知小雨从哪里过。哦耶呀，事实证明，那一场雨有毒。咱们姐打个判语，我相信。来来来，来我跟你讲，你顶平时你有写歌嘛？有啊。你这世人我写了你一歌，我伫你身躯边有对你超32年，你写的歌超千多条。有啊。敢那一条吼？大家知影一条，出来拢无啥知影。我知我知。林姐带起来，哎呦，林姐带起来，哦，抒情版呢？嘿，别骗我的朋友。别别别别别，抒卖 rock 版抒情版。哦，拢靠别人。哦，好好唱，好好唱。这比唱美林姐带起来。你讲恁是啊带起来。阿杰啦，阿杰啦！伊安怎我会拢唔知？这足凄惨的。伊变成金沙来沉落海，我每日就是靠边。啊！伊也来啊！伊也来啊！伊讲我有起起来，起起来冲！起起来，起起来再讲过。别再转，你又在条桥都卖。桥都卖，叫警察了。有丢伊。就等于嘞，我捌听见阿杰那桥都卖，啊，但是别叫警察了，为什么呀？因两支手换两边，一支脚放在头前。好啦，我是要来唱。好啦，笑诶，诶，有影嘞，改变的无同款啦。诶。特别有味道哦！哇，你安尼哦，我不要那笑啦！你不要，你不要卖那笑。你熟练的，你熟练的。你是百毒不侵。对啊。哎，对吼，对哦。你们原住民呢？你们那个原住民歌手不是很会改歌词吗？很多很多。对呀，那些乱七八糟改的。突然，你又突然过来，哎，突然啊！突然，这是花莲那个台东的突然山，突然，突然，突然，哎，他的名字叫突然，突然，突然，对对，你北原山棒是吧？有一个叫吴老师叫突然，哎，他姓祝嘛？对对，就突然，就突然，你要讲就过来看看我，我家就住在台马里隔壁。那个是巴阳那个大蓝椒。哎哎，真的啦！我来改水机了，然后今天啦，突然突然突然，你有空就过来看看我。哦，你要解释清楚。对，我解释就没有入围是没事的，但是呢，你乱讲会被罚钱。没有，我来解释了。我家就住在。突然，大南桥的那一边，大南桥是，对，大南桥，哎，对对，台当台到我的大南桥，对，然后呢，有空就来看看你，对对，有空就来看看我，看我，啊，原住民的发音就不会，有空就过来看看我，哎呀，我啊，原住民的国语就是这样子嘛，对对对，杨秀慧，一只鸟啊，活过了10万。黄彩华，小姐华兰干黄过了10万，你这边来看看你。我有改水，我有改水，我有改水，真正有一条歌。